别再往前走，再掉下去。小兔崽子，跟我。六爷，估计您发帖的那些人不会来了。其实没一个靠谱的，您快上来吧，别等了。他们来不来没关系，还有对面的。已经约了，等我。六爷，就您当真了。您看看这都几点了，就算他们来了，就咱爷俩能怎么着呀？不舒服，发作呀。您慢点。您说您喝这么多还来干嘛？这是六爷给你们的10万块钱，来拿呀！六爷说了，剩下的尽量凑。还以为任侯熙就没信儿呢，还真是一大侠。他人呢？心脏病犯了，六爷老这样。你他妈怎么不叫人？这会死人的。我没有电话。赶快打电话。啊？叫救护车。好。